国姓乡农会近年来积极辅导农民推展咖啡以及特色产业，今年参加全国百大精品遴选以及百大伴手礼的遴选，分别由九二咖啡以及美好时光礼盒入选。这个咖啡是咱国姓上大的这个产地吼，咱都去参加全国比赛，嘛得到这百大内底呢，得到这个百大精品。另外呢，就是咱的这梅啊吼，是国姓乡较优质的产品，嘛是得到这个全国这个百大这个旅游伴手品伴手礼。总干事叶荣兴表示，在农会的辅导之下，国姓乡农民今年有两项荣耀，分别为咖啡产销班第二班获得全国十大产销班，以及友善耕作的善农奖，也欢迎全国民众能够有机会到国姓乡品尝优质无毒的农特产。在地农产吼，啊，就上大宗诶，吼啊，目前伫上方讨论诶，就是咱诶咖啡嘛吼，有争取到咱全台湾吼啊，即个十大杰出诶产销班，伫六七千班内底，我着全台湾前十大，这是非常不简单一个荣誉吼，嘛得到这个全国的十大的这个善农奖，友善管理的部分吼，有咱一个话一个三下班得到这个草莓的部分吼，希望讲在咱全台湾咱这需要讲来吃到上好的物件，上较安全物件，会使来国姓乡来国姓农会来甲咱采购来甲咱购买。县议员戴世全肯定国姓乡农会的用心，也邀请乡亲，有空来国姓游玩，也能够购买在地生产的优质农产品。我们国姓乡农会哈，以九二咖啡跟咱梅子制品哈，伫今年荣获咱台湾哈百大的迄个伴手礼哈，非常的不简单，代表国姓农会非常的用心认真哈。既然有两项的产品拢来入选咱台湾的百大的伴手礼，啊嘛希望讲吼，即个乡亲毛来到阮国姓，拢用来采买阮在地好产品。副议长潘一全肯定国姓乡农会的用心，也肯定国姓农民们不断精进，让农产能够提升竞争力，也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国姓乡旅游，品尝国姓乡优质产业。记者陈伟一国姓采访报道。